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打给后台打后，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来发工作日志了哦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位于雅潭路二段的，路边这边有一整排的黑板树哦。那我们现在正在做黑板树的锯除和树头的移除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有一台怪兽在这边做黑板树的锯除跟移除哦，然后要连树头都一起把它挖掉，这样之后挖开以后，那个底下那个空间会再用混凝土，也就是水泥把它填平啊。那因为啊，这主要是因为黑板树它长大，它成树已经隆，它那个树根已经隆起，把整个地面都破坏了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市政府那边是决定要把黑板树做移除的动作，所以就委由红帽园艺社来做移除这个动作。然后那就是，现在我们有一组人，一组吊车，老板开的吊车在前面做锯除的动作。那我现在跟着这一位怪手的阿松哥哦，他是负责来做这个树头的移除，这样子就是它锯好以后剩下树头，然后把它移除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各位朋友，拜拜。